大家好，春天到了哈，韭菜上市。今天我们做韭菜盒子。那我们今天不放肉，我们今天的食材有韭菜、粉丝，然后两颗蛋，一点虾皮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应该把面团准备好，因为面团需要时间醒。今天我们准备用两个 cup 的面粉，两杯面粉，然后是水，和饺皮的水一般来说是2:1，也就是两杯面粉，一杯水。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自己调节，这样用手不停地搓揉，你也可以放在砧板上用这样搓的，一直搓到它光滑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尽量不要让它接触到空气，要不然它表面会干。然后我们开始做馅的部分。那先来炒蛋，放差不多2勺的水，这样子蛋会嫩一点，然后下一点虾皮就当盐了。虾皮在用的时候要先尝一下，否则咸蛋掌握不了。开火，然后锅里加一点油，可以多一点啊，因为没有肉，都是素的。那也不能说是素哈，因为那个佛教里面哈，蛋捣蒜荤中素，那个韭菜啊算五星里面的一种，它算大荤的。所以朋友之间如果有虔诚的佛教徒，千万不要去劝人家说是吃啊吃啊吃啊全素的。油热后把蛋倒入，这样炒到它变一个个小块，然后关火让它凉却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转过头来切粉丝和韭菜。先把韭菜排齐，头一刀把它切了扔掉，然后切成这个叫绿，绿成细末。我小时候在南方长大，南方人不太喜欢吃韭菜啊、洋葱啊，然后什么蒜苗啊这些，他们觉得有味道。其实真傻了，你如果要去上班啊，或者去收休啊，你白天可以不吃，你晚上可以吃啊，一家一起吃。因为韭菜真是好东西，这是我的亲身体会。我每年春天的时候，韭菜饺子啊、韭菜盒子啊、韭菜炒蛋啊，我都不脱档的。我们家的孩子就很少感冒。接下来粉丝也切成这样，短短的，你怕它漏网，还可以这样。那切好以后就直接放在韭菜边上。那接下来就把虾皮倒入，蛋倒入。那这个蛋呢，我们要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都凉了。因为这个烫烫的，如果下去碰到韭菜呢，韭菜会出水。那包韭菜盒子还好，因为它大片嘛，那包饺子的话那更要注意。那调味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一些想象力。那虾皮是咸的，可能就可以跟粉丝中和在一起。那蛋里面呢，我们已经放了虾皮，那也差不多有咸味了，所以呢就剩下韭菜。那我们只需要在韭菜的部分下一点盐。那如果说虾皮很咸，那我们就少下一点。那虾皮是很淡的话，我们就肯定要多下一点点盐。这样我感觉差不多了，因为真的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办法说放多少多少，你要自己慢慢做，慢慢熟起来，慢慢体验。然后麻油很需要，搅拌在一起。那个韭菜馅的和其他的馅不一样，你搅拌好了以后就马上要包起来，要不然的话它就会出水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包了。
首先呢，你要准备一些干面粉，撒在你的砧板上，然后拿出面团。这个时候的面团是软软的，它醒好以后它软软的，外面可能还有一点粘，你就把它放上去，再搓揉一下。搓揉一圈以后，中间挖一个洞，然后不要太细了，这个圆圈要比包饺子的粗很多。然后用刀切开，差不多如果你做盒子，一般来说最起码是两个饺子以上的大，三个也没有问题，所以我们一刀下去就是根据你自己，你想做大一点就大一点，小就小一点，这样一刀下去，然后第二刀再转一下才好，这样就等一会儿你可以更加搓得圆。两杯面粉我可以做八个，那如果你动作慢出血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些一个一个小面团放回去盖住，然后你定定心心慢慢做，不要挤在一起，再盖上盖子哈。然后我们搓这个面团，把它揉圆先，两边都沾上干面粉，然后用我们的手压，你看这样圆了对不对，用我们的手压下去，尽量压的时候让它圆，这样的话你等一会儿擀饺皮的时候擀那个皮子的话你就会比较方便，如果你第一步就弄得七花八起，那你下面的话就难弄了。那接下来就是擀面杖的干活，那你初学的时候你不怕，你就放面粉多一点两边，要不然的话一直会粘着你，那大不了呢我们边上再加一点水对不对，但是你不能因为我说了可以多一点你就泡在面粉里对吧。还有擀饺皮好，如果说你不会擀，你就这样中间高一点边上低一点就可以，因为擀饺皮每个人每个人的擀法，北方人我看到都是这样子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我是左脑右脑好像不能一起并用，所以我从小擀饺皮我都会这样擀的，它自己会转。那包的时候有两点要提醒大家的，第一个就是馅，那我们现在有八个面团做八个，那我们就把它一等分，先这样一分为二，然后呢再这样心里就有数了。 OK 好，这个一块我们应该是包两个， OK 这样有四片二十的吧，那你就不会前面多的多少的少啊。那我刚才忘了哈，那个韭菜我是用了半磅，接下来呢就是包了。那包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擀的时候有不圆，那总有圆和不圆，那你就记得把圆的，比方说这边是圆的，你就把圆的放在底层，这个叫底层，就是说这个一半我们把馅放上去，记得韭菜千万不要碰到那个皮子的边上，因为你碰到边上以后，它受了热以后，它就是一个嘴巴就会张开。好，那然后这边一般翻好了以后，这下边是固定不动的，这边是圆的，假设这边是不圆的，那我们把这个不圆的这边翻过去， OK， 中间的地方对着中间安住， OK， 然后这边如果说它有个缺口是三角什么的，你把它拉出来，再把它固定，就像裁缝做衣服一样的，先把它固定，然后这样一个一个安过去，就是记得边上不要沾上韭菜。然后这样把它捏牢，拍拍拍拍均匀， OK，
一个韭菜盒子就好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火煎两个盒子，那我还是建议说煎盒子啊，煎饺子啊，包括什么馅饼啊，都要沽点水，盖个盖子才比较好。火开大，把韭菜盒子平躺进去，听到它这个时候油在滋滋滋滋滋滋滋的时候，那个温度应该很高了。那我们就下一点点水，我做示范，弄个小碗，就这样一勺，两勺，三勺足够了，因为是新鲜的，而且里面又没有肉。然后我们盖上锅盖，差不多大火的话应该是在2分钟左右，因为每个家炉头火力不一样哈，2分钟左右应该它就水干了，所以你人不要离开。那水干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把它变成小火，然后给它翻身。那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再盖锅盖了，我们这样动动，让它四边都金黄，就可以起锅了。那韭菜盒子就做好了，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。那下个礼拜我们趁韭菜的季节，我们再做一个韭菜牛肉的馅饼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